这首诗比较长，所以我截了这个最后的这个第11节。那么他是这么写的：“亲爱的，举起你的灯，照我上路，让我同行的诗行一起远播吧。理想之中，在沼地后面桥下，夜那么柔和，灯光和城市处在我的臂弯里，灯光滚动着，让我的诗行随我继续跋涉吧。”大道扭动，触手高声叫喊，不能通过。浅水纵横的土地，却把路标交给了花朵。我也念得不怎么样啊，这里还有啊。到那时候，心爱的人，你不要悲伤。虽然再没有人扬起浅色衣裙，穿过蝉声如雨的小巷，来敲你彩色玻璃窗。虽然再没有淘气的手，把闹钟拨响。长老的说：“现在各就各位，去回到你的航线上。你不要在玉石的底座上塑造我朴素的形象，更不要陪伴孤独的吉他，把日历一页一页往回翻。你的位置在那旗帜下，理想是痛苦光辉。这是我嘱托橄榄树留给你的最后一句话。和鸽子一起来找我吧，在早晨来找我。”你会从人们的爱情里找到我，找到你的会唱歌的鸢尾花。这首诗确实它的意象非常的丰富，也要复杂得多，情绪呢可以感觉到那种流动和跳跃不定。志向树其实是很清楚的，或者说他的感情现在看起来很清晰。他其实仿佛是一个在男女这样一个两重唱的一个结构当中，是吧？我和你，他这出现的很清楚，那么绝不像攀援的冰岭花，是吧？冰消花，凌霄花啊，凌霄花，然后借高枝炫耀自己。当然，关于这首诗有一些这个。非常不恰当的推测啊，我这里就不好说了。我觉得他还是表达了一种很普遍的这样一个，在那个时代要冲破时代压抑的那样一种坚决的一种态度，所以总是誓言一样的像宣誓，是吧？像一个小女孩，像一个大男人啊，宣誓的那种爱，他很清晰。感情的结构呢，非常的这样一个明晰，就是一种坚决，一种干练。但是这首诗呢，你可以看到情绪的起伏变化非常大，跳跃也很大，用的意象也非常丰富。在你的胸前，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那么你呼吸的清风吹动我，在一片叮当响的月光下，用你宽宽的手掌。暂时覆盖我吧。所以爱情诗呢，它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总是有一个我作为抒情的主人公。我，你可以看到这首诗，它用意象已经用得非常的大胆，是吧？圣诞树，大家要知道，在厦门鼓浪屿，苏婷的家是在鼓浪屿，鼓浪屿那是一个岛上。在座的有多少人去过厦门？去过鼓浪屿？有没有去过？去过一个，还有谁啊？去过的人啊，礼品你不用说，你是福建人，你们福建人要没有去过鼓浪屿就不算福建人。它是一个岛，很奇怪，就很多年，就是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年代，鼓浪屿依然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就它几乎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文化的孤岛。在那个岛上，家家户户都有钢琴，家家户户都会弹钢琴，都有海外的华侨关系。啊，那个岛呢，即使在文革，在50、60年代，它都有浓郁的文化的意味。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你们的这个苏婷的儿子，在我们中文系读博士，啊，是你们的师兄，一个帅哥，啊，会演戏，钢琴会弹12级，唱歌唱得非常好，是吧？唱歌唱得非常好，重要的是
这个品学兼优啊，这是我们福建人民的骄傲啊。他不是卖假药的，他不是卖假药的啊，他不搞评论。那么就是他那里的有一种文化，所以大家一看这怎么会冒出圣诞树这样的意象。那么在厦门这不奇怪，厦门那里信基督教是很普遍的，那么鼓浪屿估计都信基督教，它很普遍，很普遍，所以在那个岛上它有非常浓郁的文化的一种意味。你可以看到它出现的这种神笛、童话、溜冰鞋，其实这些意象当时北方的这些人读了这种诗句觉得非常的离奇，或者觉得这与离生活的经验很远，但是这个在厦门、在鼓浪屿这些的意象它并不奇怪。当然还可以读出抒情的诗人依然有那样一种气魄，依然有那样一种语气，所以作为一个女性的诗人，抒情是很有激情的，她的激情是有一种依然要冲破时代的一种局限，冲破时代的一种压制。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里说的亲爱的举起你的灯吧，在抒情诗中，特别是在我们称之为爱情的诗中，这个你其实不能随便变换的。大家不要认为前面你是指祖国，那这个举起你的灯的是谁呢？也是祖国吗？也是祖国吗？也是民族，也是人民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可以看到，亲爱的举起你的灯照我上路，让我同我的诗行一起远播吧。当然这个你也可以说不是那么具体的某一个男性的形象，某一个他所爱恋的对象的形象，而是说他一个理想的一个爱的对象，但是我相信他是拟人化的，拟人化的。我觉得他是这个拟人化没有到那么抽象的程度，没有到祖国、民族、人民那么抽象的概念的程度，但是是一个更富有血肉的这种坚强的、勇敢的、能够冲破时代的那种男性的主人公的形象。我觉得在这个诗里面，他是在呼唤这样一种革命的友爱、革命的爱情、战斗的爱情，是吧？依然是那么烈火中的青春，是吧？让我同我的诗行一起远播吧，理想之中在招娣后面桥香夜那么柔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诗呢，苏洁的诗，他总是能够在极悦的一种情感当中呢，他总是要掺入一种温和的东西、温馨的东西、感伤的东西。灯光和城市触得我的手臂弯里，灯光滚动着，让我的诗行随我继续跋涉吧。当你可以看到跋涉远播，是吧？举起上路，这些都是一种非常坚决的要向前的、要前进的，是吧？也是充满了现代性的这样一种诗的一种激情，是吧？然后大道，是吧？那么浅水重河的土地却把路标交给了花朵。那么这种句子的变换在当时就显得非常的奇怪，他的情感的逻辑和我们那种贺敬之的他的那种逻辑是非常强大，他是一种理性的逻辑，他是完全理性逻辑。所以是不是我想，因为我没有尝试用这些概念去理解我们梳理我们诗走过的路程，你像这个贺敬之的这种革命的理性是一个完全的理性逻辑啊，其实到了苏婷他们这里是一个不完全的理性逻辑，他是不完全的理性，但是他还是可以在理性中来解释的，是吧？你像志向树，包括会唱歌的鸢尾花，像北岛的人士，他还是一种不完全的理性，他这个理性已经出现裂痕了，是吧？那么到了我们当代，后来到非非主义那里，他是反理性的，他反理性的逻辑，完全反理性的逻辑，啊，他破除理性。那么到了欧阳江河、藏地这里，他们完全是一种修辞，是靠语词之间的一种关系来建立一种诗性。那这个时候，这种理性的逻辑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去理解。所以说泉水纵横的土地却把路标交给了花朵，就是路标它变成了花朵，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意思？是吧？我记得我小时候读过泰戈的诗，很美，是吧？他说：“走过的路，只管走过去，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开放。”这是什么意思？是告诉这个要失恋的人啊，你不必记着那个过去，一路上花都会开放啊，很多很多，这一朵这个你丢掉了，没有踩到，是吧？还有下一朵在等着，一路上花朵自会开放。说泰戈尔的那个诗啊，经常这个很感动，很感动我这个作为我们少年时代，是吧？他这个花是被爱他的手扼杀的，是吧？大家看，鲜花开在那里，很灿烂，爱他就把它摘下来，是吧？是不是被爱他的手扼杀的？啊！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诗是从哪里来的，这种逻辑。泉水纵横的土地把路标交给了花朵，那么这是象征的什么？意味着什么？路标本来都是用树桩，是吧？用石头来建立一种路标，但是现在说路标变成了花朵。到那时候，这不是瞬间的啊，这是十一，这是第十五，中间我切掉那些。心爱的人，你不要悲伤，虽然再没有人，扬起浅色衣裙。穿过蝉声如雨的小巷，来敲你的彩色玻璃窗。那么这里很像写他鼓浪屿，鼓浪屿有一些玻璃是彩色的，我不知道是他的一种童年的一种经验的记忆，还是泛指。但是这种情调很像是南方的情调，也有点使人想起戴望舒的雨巷，是吧？那么这里面这一段写的有一点点跳跃性很大，有一些凌乱，跑出了闹钟什么，然后跳跃到这个树下朴素的形象，又出现吉他等等，这些都是表达他情感的一种变化和起伏。但是诗整个来说，他是写得非常的优美和忧伤啊，忧伤中他要透露出一种坚决出发，还是要前进的那种。所以你可以看闹钟是吧，各就各位。所以那个年代你可以说在苏婷的这样一首诗中的，他是一直要往前走，时代一直要前进。所以你像这个北岛的诗也是卑鄙，是卑鄙者的这个通行证是吧，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其实你发现这个通行证通行这个都有一个行进是吧，是谁在行进是吧？但高尚者却倒下的人不能行进，不能行进，对墓志铭的恐惧，对墓志铭的绝望，那也是意味着他依然要行进。他即使是死了，墓志铭倒在坟墓底下，他依然要前进。所以前进的可怕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遍的一种情感，大家会理解那个时代的诗都有一种前进向前未来面向未来的那种姿态。你读现在的诗，你就看不到那种方向感了。把日历一页一页往回翻，是吧？你看你的位置、旗帜、理想，是吧？橄榄树，这又是那个梦中的橄榄树啊。那首歌，那个年代已经有了，留给你的最后一句话：和鸽子一起来找我吧，在早晨来找我。你会从人们的爱情里找到我，找到你的会唱歌的鸢尾花。所以这表现了一种那种情感，这种情感总是渴望有一个前进的时代的巨人引领他，是吧？所以说这个你，他既是一个有个人直接经验的想象中的和他的血肉相连的那种爱的一个对象，同时这个对象能够承担起时代的一种重任，能够引领人们前进的那种时代的一种巨人。所以那个年代的一种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高尚的要前进的那种爱。这个诗可能可读解的东西还很多啊，我们就不多分析了。顾城，当然这是顾城啊，顾城是非常的奇怪，就他走到哪里他都戴着一顶这个白的帽子，
他很多年都是这样，然后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14岁就会写诗，写的诗呢是非常的这种独特。他是故宫的儿子，他父亲也是一个著名的诗人，我们前面没有谈到他啊，大家都知道顾城的故事吧。1993年他把他的妻子谢烨杀了，是吧，在新西兰。这是他的简历，书上都有。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但是他写诗，据他的父亲回忆，他是很早了，他是据说他14岁就写诗，12岁，还有说12岁是吧？啊，12岁就发表，啊哈，那么是属于少年神童。79年在今天发表诗，87年。去欧美等国，那么88年到新西兰，后来隐居在新西兰的基督岛。93年在新西兰自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那么顾城的诗确实非常独特，有一种异常细腻敏感的那种诗情。那么当时呢，他也有很多回忆田园生活。回忆田园生活的诗。文革结束后呢，他回到北京，那么没有上过大学，所以当时做一些临时工，像木匠和搬运工。这个时候的诗做的非常多，也有一些对社会的批判意识，但主要是沉浸在他的幻想天地里。在这个时期呢，很少有诗人呢不关心外面和充斥着矛盾和变革的社会，但顾城呢却是一如既往的回避社会现实。他把对自然的感受和记忆作为诗歌的基础，以此来构造他的超越现实的梦幻世界。顾城是这么认为的，他的诗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所以他的梦想之一就是要用心中的纯影铸造一把钥匙，去开启了天国的门。顾城的诗呢，有诗作有不少，但是呢，我们今天来看他的诗呢，确实依然感到一种很清纯的那种孩子气，那种稚气，有一种清新可人的气质，有时候写得那么脆弱，脆弱中又有倔强。他是这么写的，在我的心爱着的世界里，啊，这首诗是，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那么这一些诗确实不是大人能写出来，就是一定要保持一种很童稚的一种心情。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确实有一种淳朴天真，就是崇尚人与自然的那种情感。当然古诗里边什么这个有类似的这一类的诗哈，什么独坐什么敬亭山啊，什么相看两不厌之类啊。传统的笔性手法像是从他的唯自然主义的态度里面流露出来的趣味，确实那种单纯的异想天开是有他的非常独特的地方。那么他最有名的那句诗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所谓的一代人啊。那么你可以看到他是写的是个人的自己的那种独特的经验，但是也是写出了那一代人的一种情感。但是苏顾城的诗迄今为止在那个时代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写出他那种诗句。他最好用单线画一条大船，从童年的和平驶向永恒，他好像永远长不大。那么他那个时候，大家看他那个照片，就像一个大孩子是吧？一双忧郁的大眼睛，戴一个白帽子，非常奇怪，20几岁的人，是吧？
那个时候开会，那么就他穿着白的衣服，戴着一个白帽子，做的他不是回民，他不是回民，不是回族，是吧？戴一个回民的这种白的帽子，所以好像跟这个事件没有关系。你看，我想到空旷的海上，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随着我游向陆地。所以这些平淡稚气的诗句，把他童年的幻想转换成顽强的字典，所以顾城呢，几乎是完全沉浸在他的个人的世界里。啊，但我喜欢靠着树静听，听时间在木纹中行走，听水纹渐渐地扩张，我被雨水涂在树上，听着时间，这些时间像吐出的塑胶。充满晶莹的痛苦，时间那只会嘘气的枪就在身后。有时候这种诗，你别看它非常稚气，当中还有一种藏冷，是吧？它有藏冷。时间这种比喻你，你不是天才诗的一种想象，你难以想象出。他说：“时间那只会嘘气的枪就在身后，它随时要毙掉，是吧？”这个诗句太厉害。所以大家读这个苏婷的诗，她是一个女性，那时候她柔弱的声音唱出的是一个非常坚决的歌，一个坚决的爱，是吧？而且她知道会唱歌的鸢尾花那样会写出那个你，那个你不只是和她的个人的内心的经验联系在一起，而且同时是一个能够肩扛起时代的一种重任的那样一个你，是吧？但是顾城完全是和这个时代完全不相干。所以，我们看一看，读一读贺建之的《雷锋之歌》和顾城的这一个，是吧？差距是非常大。再像读读李瑛的这个《西蒙的早晨》，是吧？那种战士的豪情，白华的那些诗，和他这样一种诗，在那样一个年代，他是非常独特的。顾城的诗其实是挺多的，但是。我想，这个没有时间了，我们就，哎呦，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希望大家能够，找他们诗集来读一读，好吧？因为朦胧诗选的这个很多啊，这个都不难找到。